大家都知道，其实 AI 人工智慧导入这个金融业，其实也代表意味着银行它进入了 Bank 4.0 的时代。台湾的这个银行大部分现在手上掌握的是比较多的客户的一个数据，那先从本身客户的数据开始做一些数据的分析跟 AI 的应用。我们认为我们金融业呢应该要用就灵活运用 AI 人工智慧用新科技来导入金融生活。美国在1942年的时候进入高龄化社会，那台湾是1993，但是高龄社会呢，美国在2013，但是台湾在2017就进入了高龄社会。那在可预见的将来，其实超高龄社会其实也离我们不远了。我们台湾大概第二阶段的 Open Banking 大概会在今年第三季开始做示范的动作。那我们期待那时候银行跟 TSP 业者可以互相合作，然后提出更好的金融服务，带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，还有使用服务这样。那最后呢，就一句话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金融开放，你我更好。我们通常一家公司会发生财务危机，其实是有迹可循的。那我们要怎么发现这些迹象，以及最后它发生财务危机中间的关联呢？这需要一个公式嘛？那公式没办法用规则，就很难用规则直接判断出这家公司就是有问题。虽然说是有一些规则可以看得出来，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它更精确呢？我们这边可以用人工智慧深度学习的方式去做。